4月16日，郭敬明宣布将把自己的玄幻小说《绝技》电影化，将于明年夏天上映。4月27日21点整，郭敬明通过微博宣布电影《绝技》的首位主演，称范冰冰出演《绝技》。2016年夏天，最疯狂的梦境，万千美丽无与伦比，梦境里最美的是你，并曝光范冰冰三张面部特写海报。不过他在影片中饰演的角色仍然未透露一丝消息，显得十分神秘。4月29日，郭敬明再次更新微博，曝光第二位主演，称王源荧幕首演《绝技》，所有疯狂，所有激荡，千丝万缕都因你而起，希望你惊艳，希望你震撼。仍然是王源的三张面部特写，其扮演的角色仍然没有进一步公开。微博曝光后，网友纷纷留言表示期待王源的荧幕首秀。